我家狗狗的生物钟有多准，假如你每天七点起床，到点你还没醒，它就跟身上长刺了一样，各种烦你，对你骂骂咧咧。它有一千种办法让你睡不着。起床。假如饭点投食器没有准点投食，它就会各种掰掰，甚至去抓机器。假如你每天六点下班，狗子们五点半就开始焦虑了。齐刷刷地等在门口，直到你回家。假如我说十点睡觉，狗子们九点多就拖着毯子去房间占床位了。